还有原住民文学文原住民的那个那次的体验，就是你的请谁来掌厨？我因为是在开平餐饮学校的餐品班，所以我就设计好菜单，我写好菜单以后，请开平餐饮学校的厨师群来制作。然后我先去试菜，看可以不可以这样。我以为你到深山里去请了什么高手下山。都不行哦，只要四川是原住民的，然后有原住民的味道就可以了。OK， 什么是原住民的味道？原住民的味道，我觉得一时也说不清楚啊、哦。但是有一些很特别，像比如说调味料里面有一种珊瑚椒，叫做马膏啊。马膏。珊瑚椒。是不是像特别的？山上的胡椒。我刚说起，我就想到海里的珊瑚椒，我想到不太对吧？宝玉是激动了，对 ，OK， 就是连台湾国语这一下子，想一下，因为珊瑚椒也可能变。